今天所有的一切行为一定要跟决心相应。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叫决心，明辨因果就是决心。然后晚上的时候回向，回向表示什么？你就自己知道今天这一天的作为行为有没有亏负自己。但有亏负，你哪有功德回向，对吧？你会觉得惭愧。所以每天能够这样子做就是出世间法。你不要担心不出世间，就担心问你用到心没。但要用到心的人，用到心赤诚时感受都在眼前，你才叫用心嘛。感受没有了怎么叫用心了？感受都在眼前，可他却已经知道这一念心能够担当一些感受，但是担当处再也不是感受的厚重。再看《金刚经》，你就懂得他在讲什么了。